但是不要把美国对我们的这种事情，我刚刚跟你讲得很清楚了。哦，你不要把它当作必然的。我跟你讲，美国已经把钱寄来台湾哈，要求民政府办台湾公民身份证，这是非常确定的事情，只是你不晓得而已。陈老师，我送你一本书啦。好了，我来讲啦。好了，不是啦，我今天不是要来质疑各位，我今天不是要来质疑各位，我只能告诉你说，每个人，对我来讲，我不会把我的前途搭在一个美国政府身上。事实上，美国过去背弃盟友的这种事情多的是，他背弃朋友的事情多的是，他们因刚刚碰到比赛的照了，这是追的，所以不要把美国当作真的是我们唯一解决的方案。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台湾人。请你谈谈一下，就主持的这特色餐饮的一个特色大鱼会。是谁？我基本上这样讲啊，我对女人比较看重。为什么？觉得女人坚持自己的原则都比男人还坚持。对啊，尤其林金栋的，突然林金栋在听男性中间，我都很感动，到那么强。哦，曾经。乔安感觉原则都放弃的感觉，但是我认为女性坚持原则的能力比较高，包括李秀莲比坚持原则的能力绝对比陈水扁高，所以我认为蔡英文，你看在这一次他们初选里头，在两岸问题上敢表态是谁？蔡英文，苏贞昌讲都不敢讲。哎，我只能这样讲，说蔡英文，你说我真的要对他多大寄望？我老实讲，以我对民进党的了解，我也不太寄望。没有。他讲的是模棱两可，和不同，和而相同。我的天，我同意的同，我的理解是两个都是同意的同。前面那个字都是往。现在其实都是刻意的创造性模糊。而且我觉得这么做，我看也是这样子的，事出也没有。对，不会废法没办法废嘛，他不会废嘛。所以，这我只能说，我们是在两个烂的当中去，他更烂更烂。那我也不会把钱投寄望在。我们现在是准备这两个烂苹果都不要，我们自己再把苹果树弄起来。有可能。有啊，陈立阳先生，我可以提供几个详细。你说两个烂苹果，那我个人是认为啊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个朱总兄，这个讲师今日才是讲出一个理念吼，咱认真讨论，咱就来讲。不要那个高兴，不要否定啊吼。我忘记否定，我提出我的建议。大家拢有权利来发表伊的意见嘛。啊，咱即摆对李鸿兄的这个身上，咱嘛听到哎。外口原来有这款的看法咯，哦，那咱来讲，咱要安怎处理？哦，这是咱在想的代志啦。你这摆讲陈立宏先生的观点，咱未接受吼，但是陈立宏先生以及咱的观点，伊嘛未接受哦。哦，这不是对不对？我了解，我意思讲，咱在保持礼貌啦。我了解，歹势歹势，我头拄讲的是我的建议啦，我可能讲的较大声。对啦，对啦，歹势歹势。你头拄讲两个烂苹果，我有一个想法啦。前几天我唔知道你有看一个消息无？迄《玉山周报》内底有写，迄个当年啊吼，民进党的党主席，第一任党主席江鹏坚啊吼，是蒋经国钦定的。啊，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吼，伊这个消息二十年前我都捌听过，啊，迄时候我还是半信半疑。那我跟你讲啊吼，我认为啊吼。蒋经国背后民进党成立的时阵啊吼，伊早老早插一挂人伫内底，遐人是新潮流系。啊，你讲两个人要选一个烂苹果，你选来选去拢国民党的，我想无，迄有啥物好见？还是这以上是我的看法。民进党是属国民党，这是事实。国民党的外围组织，
我其实我也我基本上我认为民进党就是个小国民党，包括他的整个党务组织的这些规划看起来都跟国民党其实也不错呀。哦，对啊，这是那边的共，估计两个第三世界的研究，哦，第三世界的研究所谓的一些革命者，因革命者因虽然他在革命过程里头要打倒那个独裁者，哦，打倒那个当权者，但是各位。第三世界很多国家，当革命家成为当权者之后，他很多做法竟然是跟当年一样，当权者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虽然革命者他在年轻的时候都反抗，然而他心里面已经把所谓有权利的人该怎么做？哦，什么叫做权利？对啊，他虽然反抗，但其实心里面。一点没工作，权利人应该如此。好，所以等到他有权利之后，他就不照办，而且视为理所当然。所以至于公民运动是不是真的是国民党所公民公法，包括张文军是签订，在包括本身这么重要，其实怎么说，在那个环境底下，哦，民进党为什么可以成立？当然是蒋经国给绿灯嘛。蒋经国如果给绿灯，全部抓起来关跟美国一样，他老实讲，你说美国人在关切有个屁用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我只能这样讲，我倒宁愿比较坦信，我倒宁愿相信公，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些革命者或者是这些反对党，他其实也不过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呐、啊，他跟那些第三世界的革命家一样，当他拿到政权之后，以顶为公啊，跟他走，那就当然就是跟着过去的当权者的脚步去从。对，因为他不晓得 他自己也不晓得有权利应该是怎么去挥洒，啊，哎，你看这个是一个党的一个基本的问题，所以讲，哎，你如何去寄望，所以还好了，反正本来是说四年有一次被政党轮替哈，但是我咧讲啦，因为，但是只要台湾人的这种共同意志不强烈哈，那我相信。这我们这种痛苦，反对党变当权者之后，其实就是当权者赢了，哦，然后呢，我们在期望另外一个反对党起来他，而且永道会啊，我们其实一直在对抗的就是国军长期扶助我们那个化学系，所以这块钱一起的革命建国模式啊，啊，他起码那些共匪法理建国模式，建国以后还是一样问题，一样问题。对，因为革命建国模式哦，建国系统。而且今日时间哦，大家拢真关心啦吼，咱蒋师嘛真关心，咱嘛真关心，这地方会使讲讲五点钟、十点钟嘛可以。因为呢，因为咱的食饭时间已经过够啊，中间咱嘛无休息吼，蒋师嘛足忝。好啦，这样子。年纪较大的吼，这个都。刷这个都五六分哦，刷拍摄去别墅哦，不能打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